哇哦，什么电影里面的还是什么游戏里面的我不清楚，这个老头睡着了，然后我要刺穿这个老头吗？我以为他是要把这个老头干掉，没想到我试试放大或者什么的好像并没有什么用。我摁了什么？你是安卓吗？这个游戏我好像以前玩过，这是火柴人大乱斗吗？这拉屎没拉出来，憋死了。难道说要双指操作？我摁住你，摁住也拉不出来吗？摁住你，我试试再摁住。哦，果然有用。哦，放个屁，排气解毒了，我就可以正式的跟你决斗了，是吗？耶！我们现在是在火星上吗？为什么是绿色的火焰？不要在意我的衣服，好吗？因为这个视频是分两天录的。OK， 点一下这个小人。怎么？哎，怎么还吐了呢？是馋了吗？流口水了吗？我点星球没有任何反应，火也没有任何反应，点虾也没有反应。然后一点这个人就馋的流口水吐掉的感觉。难道是说要放大？哇哦！哎，可是糊了呀，怎么吃？那怎么回事？我是要不停的放大吗？还是怎样？快点点吗？哇哦！我摁了什么？这怎么变形了？哇哦！我的耳朵要聋了。哇，赶紧下一关，赶紧下一关。只有两个长得非常漂亮的怪物在寻找他们各自的配偶。我点一下。哦，看这个狼人，他多么的英俊潇洒，在喊叫着求偶。我们的这位女士也是非常……哎，这怎么散架了？哇哦！我点了什么，他就又合体了，好像是我快速的连，他就合体了。好的，那么这次到达了，这是哪个游戏里的梗呢？我先用一个铅笔看会发生什么呢？你为什么要在病人的身上乱涂乱画？为什么要叭叭叭叭 ？OK， 我试试这个小刀，能拿这个刀去碰自己吗？或者说其他的用途？这些游戏不是那么简单。哎，怎么掉下来一个香肠？哎，不让他吃。为什么是那种绿？特别的纯正。这种一定是那种甜中带咸啊，那种味道啊！我们要用这个镊子，能夹出来吗？哦，果然是夹他的鼻涕。哇，哇，你这个鼻子是黑洞吧？能把他们吸进去？哇，这就不得了了！你这个鼻涕看起来不仅仅是咸呢，还非常的吃起来有这个嚼感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摁住你，会发生哦，果然拔出来。哎，怎么还拔出来一个人？你在等我们？之前有一个人被他吸到鼻子里了，好吧？哇哦，刚说完鼻涕，现在又来这种，这是说句冒昧的话，这是屎汤吗？啊，明明这是咖啡的感觉，但是其实小时候就觉得咖啡就是屎。OK， 旁边的这些东西好像都点，哎，怎么莫名其妙找到个锅，都点不了，点这个人呢？然后呢，你就一点点喝嘛。哇，怎么喝咖啡是这种痛苦的感觉呢？哎，是烫到你了吗？还是怎样？那我摁住会发生什么呢？哇哦，哇哦，然后再点它，哇，用鼻子再穿出来。为什么这两关都跟鼻子还有这些鼻涕有关系？哇哦，我是要清洁这个马桶吗？哇哦，这是什么梗？我不清楚我玩过的游戏或者什么影片有这种。哇，我是要摁住吗？还是怎样？放大东西好像哦，哎，可以放大的。哎，这什么东西？哎，为什么要做鬼脸？神经病！我觉得放大肯定是对的，但是接下来的话我应该怎么做呢？我应该摁住他们。哎，不对呀，神经病，快速点他吧。哎，我就知道，哇，一下子就不太清楚了。然后你要做什么？哇哇，瞬间清扫干净，难不成我们是个清洁工吗？ OK， 非常满意的家政服务。哦，这个是小时候非常经典的 3D 弹球啊，那该怎么玩呢？哦，就按照他这种，哎，你在逗我吗？他直接垂直掉下来的，根本就不可能说。那我要按住这个脸吗？我放大，放大，放。哇哦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哎，可是还是一样的，只是换了个视角而已嘛。你在逗我？
换视角之后，我摁住晃动这个人，摁住这个脸，没有用啊，摁住这个按钮啊，他哇神经病吧，这是整蛊邻居吗还是什么游戏？ What？ 哎，怎么伤心欲绝扑掉了，不要这个样子，这是 Hello Neighbor 吧，感觉有点像，我摁住他看看呢。哦，哎，怎么放了个屁，哎，是不是每一个房间都要摁住他？哎，不对劲啊，难道说我时间晚了吗？我觉得我是要一直摁住他吧。来来来来，摁住。喂，现在没有反应了，我很慌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果然又放了一个屁。然后到下个房间我也摁住吗？哇，在浴室里，我以为他要拉出来。然后到这个房间我该怎么办？哇，哎，怎么闻了一下自己的屁还晕倒了呢？哎，什么鬼？最后一个房间我们试试不停的点它看一下。哦，果然不一样了，哎，进马桶里了，这就通关了。我们的目的是要进马桶吗？哎，这超级马里奥赛车呀。哦，不停地，哎，怎么就萎了呢？不是，怎么就不行了呢？摁住你呢，这个样子应该可以全力冲刺吧，少年，拿出你真实的本领。反正我还有提示用一下啊，他直接告诉我了，要这样缩小。原来是在玩 Switch， 你在逗我吗？哎，怎么放了个屁给自己熏到了？我要一直摁住吗？还是要，哎，怎么就不好了？他提示应该是对的，难道说还可以缩小吗？哇哦，细思极恐啊！我们在玩马里奥，马里奥在玩我们，还可以缩小吗？应该不可以了。哦，这就是整个游戏已经完完全全通关了是吗？ OK， 我们这个 Trophies Quest Video Games 2已经完完全全的全部通关了，非常感谢来收看这期视频，不知道你能从中了解多少个游戏的梗，喜欢的话可以在视频下方点个赞，并且免费订阅或者关注一下我的频道，收藏并且转发我的视频对我的帮助非常大。那么我是 Lewis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记住保持微笑， Tomorrow everything will be fine。